配合国庆日的活动，就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，总统府前面呢都会举行大会的活动预演，在周边道路都会进行交通管制。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提醒您要多加留意的，包括从今天晚上开始呢，从11点到这个7号的清晨的5点钟，那么国庆的花车嘉年华的预演活动呢，到时候会管制的地方包括有武昌街以南，还有呢怀宁街以西、贵阳街以北、博爱路以东的地方都禁止车辆通行。另外方面，在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跟怀宁街口，配合管制的车辆都要往北行。